这个叫奥鲁鲁，它里面是有 coffee 跟 sod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轩。今天我们吃完午餐了，我们再来这个咖啡来逛逛哈。最近槟城开了好多好多咖啡，这间是新的，它叫 Hanakoya， 它是继咖啡跟那一个 florist 啊，一个花店这样在里面的。然后它其实它上面就是那个 soho 来的。就是它有一个联合，共享办公室的。现在我们进入它咖啡，它咖啡里面呢有一这边有几张桌子，然后这边是他们搞的装饰的蛮漂亮的下，然后就是他们在这里做他们的食预备他们的食物。卖一些蛋糕，还有他们的茶是 DWG。给你吹风。其实他们有一些好像 high tea 的 package， 就是被他们这个就是帮他们放他们 high tea 的 package 的东西。然后后面呢，这个第二个 section 就是他们的花店 florist 嘛。那么他们的 florist， 情人节男士们可以来这里订花。这边上去呢，其实它就是他们的那个 co-working space 啊，就是所以就是下面是 cafe， 上面是共享办公厅的地方，所以就是你做工完了，你可以下来这边喝喝咖啡。这是点给这个小孩子吃的。所有 milk roast 啊，就是豆水加 roast 的奥鲁鲁，看看是什么味道。你要 stir 的，因为它里面是一个东西。我可以讲哦，里面就是果皮奥，加买 soda， 加买 lemon。超级好喝。超级好喝啊！是什么味道？我吃到菜菜，这不是菜菜来的啦，这样。